KDA 最新的一个卡面，所以等于是什么多种卡面，我才我刚刚想一想，就是有十几种。对，我刚刚想一想，其实你犹豫的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？我跟各位讲，我前面在讲说我有办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信，但其实我是真的有办，我办了一张色拉粉的。这个就真的没有什么好选的，就是因为他裙子比较短，所以你才选他。今天呢，在这个我们来购物台之前，我就去超商先买了泡面的时候，我去结账。然后我就秀出了这张卡，结果店员是不是认出你来了？他没有认出我，但店员认出这张卡来了。哇！他就说：“难道这张就是中国信托英雄联盟的信用卡与联名信用卡吗？”对，哇！他吓死，他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就说：“你怎么办得到？”我就说。请洽中国信托，为什么十二款授权卡面12+2？新朵拉，新朵拉首选了。新朵拉不只能走中，他现在走 AD， 对，他现在能走 AD 也不错。然后这一群玩家，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胜败难免，感觉怪怪的。他开始想要拍这个 YT 了。赛特，反正他们现在可以混摇嘛，所以现在目前应该也看不出来，因为李欣也是一个可以摇摆的角色嘛，可以走线上，虽然被砍了几波，可是还是可以走，还是有人拿来走，而且昨天哈恰马恰马也拿出了李欣中路，虽然看起来玩的是蛮逗的。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，就是要打赛特了，那就最后唯一又舔，哎呦，其实坦肯奇。好像不错吧？不行，这个组合坦肯奇没有用，他会略过坦肯奇啊。这个组合还是要船长吗？船长前一把上手了，这把坦肯奇他现在大绝有一段距离，其实蛮容易把冲牌的人舔回来。赛前，你想站哪一边？抱歉，好，赛前预测，赛前预测很重要，100%这一群玩家 ，#hashtag red win 或 blue win 啊，100%这一群玩家，100%，你把对面也看得。太粗了吧？没有啊，阿就早点收工，早点休息啊，累了。不，你还是要分析嘛，分析一个大概的胜率嘛。好啦，不然91好了啦。91啊，96%好了。好啦，那你分析完了，就该我们的 Intel 来分析了。真的，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技术上跟不上他们想法。他们的 Benpick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第二场还是第三场，我都觉得比对面好。可是 Benpick 好，你可能。操作也要跟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需要我们的 Intel 加我们 MSI 加我们 HyperX， 这个整个要团要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一起的，对，要一套的，1+1+1，对，大于三。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各自为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点搭配不起来。不过我觉得这一场可能有机会，但我觉得这场胜败难免，有点想搞我。你都要选露西恩吗？对。他是有，我是有看他有玩露西恩，可是这把感觉出个露西恩打一个辛朵拉，感觉没有到很优。当然了，是另外一个表演赛的时候那个被坦肯奇出去，这边直接闪现，可惜没勾到，我好像这场会死哦，再一下，雷欧拉救他一命，飞眼再一下，李欣踢掉，好互换，这样互换，在刘娜知道，还辅助拿到头。对他不想送给艾希，所以他去送河蟹争夺。其实主要你李欣要做事，要去反对面蓝，也是你下路要赢线，你知道吗？你下路不赢线，你没办法这样做。好，这边重击，先重击。还好，我想说这个没勾到，这勾到了啊，这边被反打了，又被反打了啊！这边纳利鲁斯感觉要死了，纳利鲁斯死掉 ，TP， 纳利鲁斯会先死吗？纳利鲁斯剩一滴血，艾希过来了，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哦。赛特拉，赛特这个拉不错。好，这边钢普 TP 有点慢，钢普没办法回有补刷闪耀剑。好，这边看来又是这群玩家的收头秀啊。好，这群玩家，这拳中间直接打中了艾希，中间增伤的那一块直接打完了。重击450嘛，你那个重击四，你那个血量442，我就直接中了。还等了一下，这李欣没中到有点可惜啊，这边真的很可惜啊，这个被反打。那这边反打过来的话，那里有是完全没招啦，所以就死了。然后这边李欣硬踢，这边 TP 硬下来，赛特拉得不错，拿到三个。然后这边稍微交换一下两个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啦，二换三，我觉得对于这个万能科大来说还可以接受啦，还可以接受。只是他们唯一的隐忧是，他们的头都掉在，
不太舒服的位置啊。对啊，这边路西恩肥了，这个有点麻烦，因为这个路西恩，这个路西恩现在201啊，他一定会讲哦，这边勾到艾希这边伤害爆发之后啊，纳里鲁斯没办法反勾啊，这边大绝纳里鲁斯牺牲了。哎、欸，旁边好像有人啊，旁边有李。好，这边抓路西恩，路西恩没有闪阿闪吗 ？Q 到阿闪，有喽。这个 W 没中大绝哦、啊，这个朵拉接的有点丑，不过能够顺利击杀就好了。终于被制裁了。啊，大家说，哎，这个咪咪勾怎么回事？这勾过去，好，大绝艾希对的，好，这边 Q 到艾希杰，你不要再勾啦。好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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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哇，真的、哦、李欣，哎，这个勾李欣，李欣过来了，李欣踢了啊 ，B 闪。哦，这边哦，硬换、哦、硬换，被他换到了，好像可以守，对吧？拉掉了，赛特已经放弃了，这直接走下来。钢普直接 TP， 这是一个五打五。好，这边重骑李欣先中到之后，戴安娜进场，辛苦拉推两个，李欣往后拉啊，完蛋了，这两个李欣啊一个换一套。哦，赛特爆亚菲利欧可以秀吗？赛特拉两拉三只 ，W 漂亮。赢了哦，赛特这个漂亮，赢了！哇，赛特这么惨的情况之下，还可以这个拉三只，闪现拉三只、這個，这个真的是绝体绝命啊！我们看一下重播，好，这边先吃钢普 TP， 所以亚菲利又比较绕远路。这边重骑先到之后，李欣吃了戴娜大，然后吃了雷欧娜大，最后是一滴血勉强踢出去踢一只，然后 Q 回去打完最大的伤害，然后 W 队友，然后这边纳里鲁斯跟李欣牺牲之后，赛特闪拉三只，然后纳里鲁斯勾回来。那亚菲利欧交闪往前输出，我觉得这个会战关键是李欣，哦，他这个叫做简单的说叫做砍到最后一刻，输出到最后一刻，龙也拿了，最后还拿到龙就算了，吃了戴娜大，又吃了雷欧娜大，最后一滴血 TR， 然后 QQ 回去，然后还 W 队友，他就是能做的都做了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当然也跟辅助有关系啊。哎，辅助勾一个，好，这边大绝艾希玩得不错，好，这边赛特又来了，好，艾希反开大冰剑，赛特开 W， 好，这边亚菲利奥往前打，亚菲利奥往前打，哦，李欣踢进去，剩一滴血换掉，我李欣这把操作起来了，又勾到，哇，肥猪立功啊，好啊，这边往前顶上去，再 Q 一个 B 闪，那个亚菲利奥我不知道在怕什么，血满了，然后队友两个是没血，他还不顶上去，我差点以为他把他队友卖掉了。这边小心筒子，没连到筒子。这边，哦，万能感觉有一点气势打起来了。看他重播啊，那利鲁斯哦，这边在练蓝的情况下，那利鲁斯找到一个机会就直接勾了，因为赛特在后面。这边大绝艾希漂亮，然后这边赛特转头，大绝漂亮。哦，这边李欣在旁边，哦，这个 R 一个刚好推到，把胜败秒掉之后，李欣踢回来。他这个角色感觉不是很适合他哎、欸，你说路西恩吗？对啊，是啊是啊，因为路西恩是要往前滑去输出的嘛。是啊，这里是打会战哦。李欣啊，这边又勾到之后，大绝漂亮。这边李欣想要 R 闪，有点失败。路西恩射完之后，李欣要牺牲了，已经没有位移了。已经没位移死掉之后，亚菲利奥的输出完了，这边万能要走了，万能要走了，要卖了，要卖了，能卖就卖，能卖就卖，不要再回去了。啊，看一下。这边纳里鲁斯其实他的观念都是对的、啊，就是他勾那个人，然后大后面那个人让大绝去做震荡啊，跳两只勾，然后定住之后大绝这边李欣啊被火箭要再跑掉，这边李欣没有位移的情况下面就先牺牲了，然后后面的这个残局就没办法打了，因为这版软辅比较弱嘛，就不会有人出魔锅这种东西嘛，来啦、哦、两个大绝，哎呦闪现，哎呦。这个 JJ 算得蛮准的，这个真的对哦，这个走位推一个啊，换一只吗？大绝换一只，大绝换一只，大绝换一只，好，哎呀，惊人啊，可惜了，没关系，他这个就是、他花四个人来抓他嘛，对，这个辛朵拉就是已经 do my best 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玩得不错，玩得不错，好，先把这什么？你这什么？啊？这是干？这个是单吃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队友来，可是这个擦皮剑完了，太重了。这边中路一被开，完蛋了！赛特两个队友在吃龙，两个队友在吃八龙，三打五，到底是怎么？这什么吃八龙？这李欣到底在？哦，这李欣到底？哇，这个要回家、啊，这个队友都要回家、啊。这个龙，这个小龙要放，这小龙要放，来不及了，这小龙要放。哦 ，TP 不想放，辛朵拉直接 TP 了，不想放。好，
那这边赛特也 TP， 还有的打，来，你来贴一个有了，为什么不打？辛朵拉，哇，这个亚菲利欧大局也更慢了。辛朵拉刚刚推到，感觉可以往前呐、啊，然后对方上他的时候一个技能 bait， 那队友都到了就漂亮了。赛特要绕背吗？好，赛特绕背了。好，这边先五十五十，剩两千要五十五十了。好，进来。十啊，被偷掉完了。赛特大局破阵，都没开好。好，雷欧娜先进去送头，雷欧娜送掉之后，但是鲁斯互换吗？好，互换。这边钢普，钢普有点软，钢普死掉了，顶不住了。好，这边辛朵拉没推到，有点可惜。辛朵拉没推到，好可惜。好，这边 Q 到会下去吗？无影脚，残影脚，无影脚，无。哦，戴娜这个反开，可惜了，伤害不够啊，没了。哎，戴娜这把如果肥一点的话，刚刚这个反开就三杀了。好，这个巴龙要，这个巴龙没了。三败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旅行回旋体很难，那个要打怎么难？大冰剑这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央面的反应啊。这个没有一波技能被反打的话，四龙要没了。好，这边这波就是几乎是最后一波了。好，这边钢普直接开大之后，辛朵拉推球，辛朵拉大绝直接射了。雷欧娜攻势有点勉强，雷欧娜攻的有点勉强。这边亚菲利欧往后，大绝大招李欣，没得玩了。好，直接开，对方也有眼知道。好，这边五十五十吗？要拼吗？感觉赛特应该把戴安娜抱走吧。我觉得不要五十五十吧，这边赛特的感觉就会把戴安娜抱走。哎，吃得很猛，要下来了。啊，那鲁斯勾完地，太赞了，很漂亮。那鲁斯有惊人吗？那鲁斯有惊人吗？那鲁斯没有惊人呐、啊！哇，怎么不出惊人？好，李欣去抓，被抓掉了。李欣挨一个，挨一个，挨一个，李欣没啦。啊，这边亚菲利又可以秀吗？完啦，爆啦，爆啦！赛特还在扛。为什么要再扛啊？先拉出来好不好啊？对方人都到了，不要拼啊！哇，真的要拼五十五十，那被偷就狙了呢。要五十五十，大兵剑射进来，赛特，好呀，赛特被秒了，被秒了，冠能炸啦 ，Game Over！ 恭喜这群玩家。哦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这个真的哦，戴娜一个一，然后大绝被辛朵拉躲掉，哇，这个巴龙真的是不及格啊！打果子啊，打果子过去啦。哎呦，今天的感觉，今天的 JJ 不像他哦。如果是平常 JJ 早打果直跳过去了。哦，这边连捅压力来了。大绝定到之后惊人，他下马没推到没啦。他这个连捅是怎么回事？辛朵拉没推到没啦 ，Game Over。好啦，这个八龙掉了，等于说四龙也掉了。年轻人啊，好，这是刚刚这个第一波。你看纳利鲁斯开的多漂亮，你看一下纳利鲁斯开的多漂亮，完美开战啊，这真的完美开战啊。不是啊，你看赛特如果这个时候闪现把雷欧娜往那个 AD 那边爆，基本上就屌打啦。可是赛特还在龙池里面啊，而且他有哦，啊、他的闪怎么是黑的、啊？我刚看他闪是亮的、啊，还是是 OBE 有 bug？ 运气跟实力都有。好，这边拉到之后往后爆。好，这边雷欧娜惊人，纳利鲁斯进去之后还是没有惊人呐、啊！你为什么不出惊人呢、啊，纳利鲁斯？好，这边亚菲利欧，亚菲利欧笑了吗？亚菲利欧定，来一个李欣，艾希，夏天还没有结束，拍地板，打脸了。打脸了哦！辛朵拉刚刚大绝在人群中把那个露西恩收掉了，蛮关键的。夏天还没有结束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太贪不行哦，看一下回放。好，这边雷欧娜先勾，有点蠢。这边被带回去之后，然后啊，惊人！这边纳利鲁斯反开大绝，亚菲利欧的伤害爆发，辛朵拉推三个漂亮，辛朵拉大绝又收一个漂亮。这边亚菲利欧狂风之力输出，最后一个拉，哦，玩得好，玩得好。玩得好，亚菲利的大绝跟辛朵拉那个推都很关键啊。其实这赛特也玩得不错哎，他前面炸成那个样子，可是看他这个中后期还是有做到他该做的事情。对他、万能要不要？哇，不去抢视野吗？万能很怕，可是你越怕越没有视野就越麻烦。万能人都在，结果辛朵拉回家，巴龙十五秒，这判断有没有问题啊？就亡命一波啦，就直接盲视野乱猜。No World Team 啊 ，No World Team 啊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个没有视野，艾希大兵剑要开了吗？还是雷欧娜？这边位置没有。哦，那鲁斯直接往前了，被炸到一个桶子。大兵剑完了，李欣被炸到。李欣，丹丹一开完了。哎，
辛朵拉惊人，可是伤害不够，又被秒了。为什么不出惊人呢 ？Game over， 万能就在今天结束了。好了，这个真的，你辛朵拉吹到还有机会吗？亚菲利欧，亚菲利欧，被一枪暴毙了。辛朵拉小心被炸，小心被虫子。Q 到，哇，原来是家里有人在 BD 呀、有人当小偷啊，偷家仔啊，局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就恭喜这一群玩家，还是他又想拍 YT 了，有啊有啊，有，刚好基地复活，刚好基地复活，刚好基地复活，没有狙没有狙，不要狙不要狙，刚好基地复活。哇，露西恩很痛啊，很痛很痛，往前滑，没推到，没推到。吸血，吸得起来吗？反正高到，我们不先用被动定一下，先用被动定啊！死了，刚补充塔。还有机会吗？上面还有一个这个果，这个果子可以打哦。可是他们打到视野哦，他们没有打野，要直接打完了，来不及了，大决定来不及了，先拼远古巨龙。被中掉，远古巨龙没了，开战，刚好开战，完了，万能巨龙。哇，远古巨龙龙魂，龙魂开喷，开始斩杀，辅助单杀 AD， 太神啦，这个狙了吧。这一把不但这个剩一个李欣，等一下还有李欣，不要急，李欣有没有机会一打三？最后这一把不但高潮迭起啊 ，YT 又可以上片啦、两头赚啊！哦，好爽！李欣踢过去，耶 ，GG， 哇哦！好，我们恭喜这一群玩家3-0啊！恭喜这个庆。庆时啸虎区冠军，这一群玩家恭喜啊！那是人庆吗？干嘛？庆竹难书没看过？好吧 ，OK 啦。反正其实我觉得这个，如同我一开始就讲了嘛，我自己的看法啦。这个庆时啸虎区是庆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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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我觉得这一区的水准可能偏低一点呢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到那个小组赛的时候，可能要再加把劲呢。好，那我们进结算画面。港普41000，恭喜，又在后面又把人家射烂了。其实我觉得赛特没有打得很差，关键几波都有开到，只是说很可惜的是，我觉得沟通上面真的是能够再进步了。比如说那波巴龙那一波，那波巴龙很明显就吃不掉，你知道吗？那奈鲁斯开战开的超级漂亮的，结果就少一个赛特的跟上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可惜。难道奈鲁斯真的是不出惊人，真的是让我 very angry 啊 ，very angry， 真的 very angry。真的，他要是早点看你的比赛内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纳蒂鲁斯就是需要惊人，他今天怎么会输？对啊，鞋子出完就可以出惊人了，那个小惊人超好用的。还是说他其实有出小惊人，只是他把用掉卖掉是不是？卖掉也有可能，可是我没有注意到。好吧，那我们恭喜 MVP 啊，41000，刚那个广 TDS 拿一个这个咪咪 U。广东爆肥，哇，这个香港人嘛，好，听说真的是，我看他这几场真的是。反正至少对线的自宰力都有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总 MVP 给他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。可是我觉得我私心呐，我是说，假如说看完这三场，我觉得真的有掌握住，就是胜败的，就是输赢的吧，就是胜败，胜败掌握住了胜败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是我觉得他其实，当然这个广东爆肥对线上有优势了，当然大局也有支援到队友，可是我觉得关键还是靠胜败好几波的这个破口了。敌方最佳第六人给这个纳蒂鲁斯。给他好像也没办法，就大家也玩的中规中矩，输了就是这个人没出惊人。因为上路也表现得不错，打野这一把也扳回他上第一把李欣那个眼盲心眼盲。其实我说真的啦，辛朵拉也表演了。你可以看到，一个游戏一款游戏最重要的，当然其他系统都这样，可是辅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可以看到，那纳迪鲁斯基本上每一个会战都是由他先开的，然后他让对方压力很大。所以你要说他是最佳第六人，没办法，就是不出惊人呐、就是不出惊人。你要是出惊人的话，你就是你们这队的最佳第六人呐、这不出惊人真的是，他出了惊人，最佳第六人就在对面了。对啊，这不出惊人真的是无言呐、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比赛到这边啊，3-0也告一段落了。